起来做个早饭吧，好久没在家吃早饭了。那个早上喝一个牛奶，加个青汁粉，然后做一个牛油果三明治。因为我最近牙不是特别方便嘛，因为拔牙了，所以就弄得简单一点就好了。我要先把牛奶稍微热一下子。放在面包上，好了，这样子的。它没什么味道嘛，再加一点黑胡椒。OK， 嗨，大家好，现在是刚刚起床，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现在已经中午的11:36，因为今天是周六，然后我上周的工作感觉特别特别累，然后发生了很多事，然后我昨天工作还出了一点问题，后来看我朋友转发的微博，我才知道水逆又开始了，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把问题怪在水逆身上？不过还是要提醒自己，要多用点心在工作上。其实我觉得我工作已经非常认真了，不过很多时候就是用了十分的认真，可能还是会出错。所以呢，我就跟自己说，在以后的每一点工作中，我都要投入12分的努力。我比较喜欢，这个人是比较力求完美，就是不想因为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然后造成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吧。对，就是很多，其实很多事情是我这个睡衣好乡土，因为家里太冷了。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多事情跟很多工作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是。很多事情跟很多失误是在工作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就是你再多用那么一点心。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说，就说拿那么点工资，就是干嘛费那么大心思。但是反正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对待工作态度跟思想都不一样。我要做一件事，我想把它做好，然后我觉得要对得起自己吧。工作也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然赚钱是很重要的。那你这赚钱的基础的赚，不管你赚多少钱，你的基础都是老板看待你的工作态度跟你的工作成果上来说的，所以还是要让自己再多努力一点，加油。买了一双新的鞋子，然后今天去到这个店里呢，我就觉得这双鞋子特别好看，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很简单的，但是觉得它是我的风格，一双黑色这样子的，好漂亮啊，对吧？这就是穿上的样子，因为我的脚是非常瘦的脚型，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样子的鞋，蛮好看的，这样子的，超级平的。然后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嘛，我很少穿带跟的鞋。这一件是在优衣库买的一个条纹的这种衬衣，很简单，很干净的这种。它还有一件是蓝白条纹的，但是我选的就是我们黑白条纹的，觉得挺好看的。这种衣服穿上就显得很干净嘛。我今天呢还买了一个新的这个。叫啥外套，因为我家这个有镜子的地方呢就比较黑。今天怎么穿？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那个西装外套，然后下面是一条蓝色牛仔裤，然后一双那个什么白色的鞋子，运动鞋。今天依然是回家，然后刚出门。今天中午去吃了非常好吃的烤鱼，可是呢，能说天公不作美这个词吗？然后我今天中午在吃烤鱼之前，我突然我的胃就不是特别舒服，所以我烤鱼都没吃好。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呢？今天晚上想做一个蛤蜊的意面，然后呢再把明天要带的饭准备一下，所以今天晚上想好好做饭了。我今天晚上吃的一个饭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意大利面，然后这是那个蛤蜊肉，用红酒还有番茄加蒜还有黑胡椒这样做的，很好吃。
好好做饭，我中晚上炒了三个菜，一个是这个绿的圆白菜，绿干绿绿的圆白，就是一个圆白菜，然后还有就是茄子跟土豆，这个是糖醋丸子，然后这是米饭。今天晚上就想好好吃一顿饭。我拍的过我做饭的过程就没有拍，因为想赶紧做完赶紧吃，那我也就赶紧吃咯。就准备把这个架子放在那个水池子旁边，这样可以让把东西放上去，它就不会沾那么多水，然后弄得感觉很脏。啊，干净。然后化妆的第一步呢，先是早上护肤的第一步，先会用一个。水儿，今天用这个，悦木之源的菌菇水，这个蛮好用的，觉得它挺，这个水涂在脸上蛮清爽的。这两天天气非常反常，就是昨天还有一点下雪了。然后昨天，反正河北这里北京好像很多城市都下雪了，然后非常冷。前几天还是30多度，然后从昨天就降成了8度。就前两天还可以穿短袖的，然后从昨天开始就是只能穿羽绒服。然后会用一个非常保湿的精华。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玻尿酸，然后早上的精华就用比较便宜的，只要是补水保湿的就可以。早上的所有护肤的步骤的诉求都是要补水保湿。然后最近皮肤也没有很好，反正进入18年之后，我的皮肤一直就不算太好。不过现在已经比，虽然是还是有很多，这下面有痘，这儿也有痘，但是还是比那个1月份的时候。1月、2月的时候要好太多。然后最近比较注意，就是稍微会少吃一点辣的。然后因为今天想好好化个妆，所以还要用一个眼霜。早上眼霜也是，就所有东西都是要保湿就好，就不要让眼下或者是皮肤太干。昨天晚上是12点钟睡的，然后早上的话大概是8点钟醒，基本上就睡够8小时了。不过这黑眼圈依然很重。最后要用一个乳液，就是这个无印良品的敏感肌用的基础润肤乳液，是滋润型的，这个很便宜，才
69块钱吧，然后当时用了一个购物券，下来之后才59块钱。然后我进入春天之后呢，然后都在用这个乳液，它就是放在脸上吸收挺快的。Listen to a word I say. The screams all sound the same. And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ur bodies safe to shore. I don't like walking around this old and empty house. So hold my hand, I'll walk with you, my dear.The stairs creak as you sleep, it's keeping me awake. It's the house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Some days I can't even trust myself. It's killing me to see you this way. Cause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今天晚上炒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菜，这个是卷心菜跟番茄。炒了一下，我还没尝什么味道，因为我有一个肉菜，所以就简单的做了一个素菜，然后还有白米饭。